是小总监。这次呢，我们会有台湾马拉松赛，台湾金马拉松赛在台南。那这一次有23个国家，5078位选手报名，但是在现场看呢，超过10000多位选手在现场的感觉，非常的热闹，非常的热情。一个成功的活动呢，除了主办单位要很用心去规划。当然也要主导单位的大力响应，更需要产业还有这个企业们的赞助，所以这次我们很感谢所有的赞助厂商出钱出力，然后也在现场帮助了很多活动，然后再就是根据我今天早上在活动现场的一个调查结果，从那个德国柏林马拉松活动的跑友呢 Martin反映他的我们的活动办得非常温馨，让台南能够让世界各国知道说台南的美、台南的热情，还有台南的活力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能够透过这个马拉松的活动，让我们台南在国际的舞台上发光发热。今年虽然是第一届，主办单位非常用心在规划道路，还有这个赛道，甚至我们也请了人家来认证。那希望呢，这个地方我们会在团队会在讨论修正，然后也希望台湾的各位跑友们的支持，希望明年台湾马拉松马场见。2024台湾马拉松，台湾马拉松，赞！